今天我来带大家尝一尝只有在疫情期间才能吃到的限定外卖。今天试吃的第一款限定海鲜冻便当，那里面打开是一个木盒，感觉非常的精美。三二一，叮叮叮，哇，居然还有一层。这个看似简单的便当里面居然含煮鲍鱼、煮生蚝、煮虾、金枪鱼、星鳗、北海道海胆、松叶蟹、鲑鱼子、鲟鱼子、玉子烧、鸡蛋丝、煮香菇、山椒叶、紫苏花、大叶，其他自己看吧。吃之前配上餐厅的秘制酱汁。话不多说，开吃。我最喜欢的玉子烧和鳗鱼。哇，鲜甜可口，吃的时候可以搅拌一下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吃海鲜盖饭的，这种吃法可以颠覆你对传统日本料理的认知。嗯，尝尝虾。哇， Perfect。 听说因为疫情的影响，东京很多高档的米其林寿司店都已经推出了这个料理。希望疫情早日过去，祝您和您的家人平安快乐。